天气晴朗，一家大小搭上赏金船，要来一场乘风破浪又可以探索海洋的知性之旅。这样的行程原本就已经是暑假的招牌选择，不过现在碰上国旅补助还有各式振兴券的出炉，让询问度变得更高。我们是用三倍券，这样比较方便。除了人人都有的振兴三倍券，更有游客发现这里因为包含了文化会馆，所以可以使用易放券。另外因为赏金本来就符合了农委会农渔牧林的项目，所以也能够使用农游券。加上花莲市属于客家庄发展区，客委会通过申请，因此游客也可以在这里使用客庄券，省了750块。赞哦，好棒啊！各种优惠券统统能使用，让民众觉得这行程实在太划算，因此赏金人数跟疫情期间相比，游客量至少成长了一倍以上。想要玩的聪明便宜，民众不妨也可以上网查询，或许就能让手中的补助券更有价值。越来越多了。